上天台晒洋洋，晒晒太阳，不不给，扣扣两只帽，看看猫咪和猫咪互动互动。点点，给猫咪准备下午的点心时间，给它搞点肉啊、鱼子酱吃一吃，这两只猫舒服死了。这笼子里关的六个猫咪都是收养的猫咪，从中国带到这边帮他们办移民。啊，珍爱动物啊！我们国内就是遗弃猫这种太多太多了。然后收养的吧，都是收养名种猫，啊，稍微好看一点的猫，马相好的都收去了，马相不好的人家就不要了，这种也不是特别好啊。我不管的，反正我们家收养的，你看，都是狸花猫、中华田园猫，嗯。
都很可爱的，而且这些猫都是自己到家里来的，就收养起来了，就带到日本了。好了，猫咪开始吃，应该说是下午茶点心，鱼子酱、牛肉、鸡肉，看他们吃的多欢。吉米吃饭了，吉米，这是猫王啊，猫王不吃，先让猫孙子们吃，这都是他的臣民啊。朋友们好，兄弟们好，同志们大家好。朋友们好，兄弟们好，同志们好，大家好。好了，随便和大家聊几句。今天可能视频很短啊，因为呢状态问题啊，需要休息，需要休息。这两天反正身体就是反反复复。今天呢，身体状态呢还可以的啊，不像前几天。昨天其实我的精神状态已经恢复了，但是到了昨天晚上呢，这个状态好像，又回来，就是又感觉好像哪里不太舒服。这个季节吧，生病的人特别多，很多朋友都在生病，他们都像我在说出这样的话，龙哥不用担心，我们也在生病，龙哥一起，这一个周啊。生病的人确实是蛮多的，可能是季节的一个变化还是怎么样。今年的冬季啊，非常的莫名其妙，反正，时不时的这个气候啊，一会儿一会儿热。照理说，像现在这个时候，日本应该是很冷很冷，但是今天的气温就特别的高，所以呢，我也不敢脱衣服，还是注意保暖是最重要的。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对吧？说是很容易的，做到很难的。因为你是不是老天爷，今天有可能热了，明天有可能冷，难道你跟着他的那个节奏去换衣服，那就太麻烦了。所以我情愿多穿一点衣服帽子呢还是要继续戴，在家里也要戴着呢，保护头部的一个保暖这是一个不是皮的帽子，这是我在日本奥特莱斯买的一顶帽子，很便宜的。才2800块人民币啊！昨天呢看了那个视频突然间发现中国内地也地震这个多多的保佑他们，多多的保佑他们国内地震呢，突然间地震呢，肯定会感到恐慌。为啥呢？国内不太地震的，是吧？地震地方很少很少的。那么这样一来，地震呢？这些国民呢就没有经验一看到地震就害怕，然后从上面跑到下面，也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一个平时的一个演练。不像日本这个国家，他那个每周每月每季度每半年，他们都会进行一个地震的演习所有的住户都要参加，就像我们上游轮一样的。上游轮首先上去之后半小时，大家在甲板上集合，要进行一个救生演习，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在日本这里呢，就是每到一个时段呢，他们都会进行一个社区的一个演练当然，现在也没有什么演练，我也没有听到广播里他说什么，我也听不懂这边邻居也不会通知我，所以呢，我自己怎么说呢，要注意一些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同时呢，我相信关心我的朋友呢，在也是有的不是说没有，他们也会提前通知龙哥，龙哥最近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龙哥最近疫情很严重，你不要外出，他们也时常会提醒，所以请大家多多的放心，不用害怕
龙哥这边不管怎样说多多少少朋友还是有的嘛，那么今天晚上呢，因为是考虑到要拍卖，所以龙哥感觉还是要休息一下啊。今天晚上是无双阁啊年末的一个大牌，那么龙哥呢是担任本场的啦啦队队长，今天晚上龙哥要沐浴更衣啊，然后呢9点钟要入场和大家一起互动。如果喜欢城乡奇能的朋友呢，可以下载打场平台啊，点击无双阁的链接啊，然后进入场内和龙哥一起互动啊，咱们要多多的支持无双阁啊。所以呢，今天视频呢，我不想多说了，好吧？结束吧。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我是龙哥，感谢关注每日动画，我们下期见。今天视频非常的短，希望大家完播，感谢感谢，支持支持。好，那我就直接退场。